啊，这个位置很尴尬哦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会痛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还是很痛哎、欸。先下手为强。剩下两个 PK， 等下喵他，你竟然等他成双哦！成双喵他，你也太诚实了吧！我先出框外啊！打架，最后打架啊！他是谁吗？他不会有事啦！我先下后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剪妆，剪了100年了，而且都已经打他了，有啊？那这太久没玩了，有没有？因为他超单纯的。我还想说，你还没反应，赶快跟你讲。哎、欸，他先下手为强啦！对，然后抢了先下手为强，没有他是往后。哇，你把大家的人头都摆出来哎、欸，这是人头人，好残忍哦！坏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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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吓人！有爸爸，坏人，坏人，你是坏人，就是他杀了我们，就是他，他报仇。就是这个人，哎、欸，你不觉得少了一颗头就少一个人？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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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！谢谢，哇，完美，可以可以，很完美很完美，走开啦！一个人头，一个人一个头。人头哭，就是上班那个排那个座位有没有？不是上班，上学，上课，上课。哎、欸，你们老师看不到，他太高了。哦，老师他记得头太高了啦，老师有大题太高了，看不到啦。哇，你们是怎么恢复的呀？恢复什么？创造？打个指令就创造指令。你现在也是、啊，你也恢复啦，你也是、啊。大家都是，你们是怎么恢复的、啊？好奇怪啊！哇哦。为什么有人埋在下面？想伪装是不是？哇！你怎么趴下来了？谁把我拉出来了？全部人在挖你啊！好那我们最后那个个人炸炸炸，个人 TNT 炸炸炸，个人 TNT 感觉还蛮……这么爱玩 TNT 啊？你们很快啊，炸起来很开心哎、欸。不好玩、啊，虽然不会炸，就乱炸，大家压力都很大，要舒压一下。大家平常压力太大了。见了。哎、欸，那个嘞，抽奖机嘞？没有，这另外一张，是另外一张的。原本想要问说压力最大的是谁？不是你吗？哦、一天三只哎、欸。5只，哇塞，5只影片，哇哦，压力太大，哇哦，要不要玩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东西啊？怎么、嗯？怎样？炸鸡吗？每一秒脚底会出现一个 TNT， 哦，这个好玩，哇哦，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，要吗？这个很棒，好啊，会不会超级那个、啊？听起来很觉得很、啊，那个 TNT 不会爆吧？这不会不会不会，嗯，对啊，应该这样正常，要倒过才会爆，是不是？就赢线了，就倒线了。哦，我是觉得如果会爆，那比较好玩。你说那个火焰，火焰之杖，你边走他还会边爆，对，好玩。等到第一个爆炸瞬间你就死了。到底要玩？边走边爆，然后无限命这样。嗯，压力没有这么大吧？我先复制哈，复制指令哈。对。啊，对，那个指令清楚的，直接开场，啊、开场就那个，他既然对，因为我亲包包就是这样子。OK， 那、啊、可是他这好像没办法各自一对。哦，真的假的？这样子的话，好像还是二，可是颜色不够。反正炸弹都会炸到别人，没差吧？啊，对啦，好像也是吼，只是一开始就是厮杀这样子。看我们分两个人一队啊，看错了，不下来。你不要一秒了，两个人一队先互炸，赢的人炸下一队，这样吗？没有没有，哇，你用跳的也可以耶，那就变淘汰赛了。来，我要往上叠，不能往上。你要先把队友给炸死，是不是？不能往上，要我再往上跳，我再往上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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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
我觉得我们去旁边玩沙吧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我先把蛋糕给这样子，才可以去炸别人哦。啊，小雨我赢了，来吧，杰克。不，我怎么动不了？啊，我有那个，是的。小雨不要。他既跟雨月懂了。啊，五颗星，对，两个都拆开了。哎、欸，对，刚刚他自己有对，所以刚刚没办法分到。哦，可以吧？他自己调到那个局啊，我调到局。还是你要红，还是你要红？哎呀，好 ，OK。还是要红还是绿？都不好，都不好。白金战友 Go Go！ 哎，我不按了。准备。准备。哎，我不是按的吗？学我干嘛 ？Go！ 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吗？啊！好棒哦！哎，团团你在哪？被清掉了，被清掉了。那我们等哈基弄好。好，好。哈基。啊！哎哎哎哎哎 ！Sorry, sorr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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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rry。哎！然后被炸！我等了。有人被炸死了。等了，等哈基，等哈基。直接在树下放一大堆烟火，就炸到爆炸。哎，可是哈基已经死了，怎么办？手贱的不管了，手贱的。为什么是平衡？他还吃纳吉的头，他把纳吉的头给吃了。可能要等人吗？还是等脚下还没有 TNT 啊？等他进弄好，再三十秒，脚下有还有。好，小雨你没事。崩了崩了崩了！没事。我们先叠吧。哈，你刚刚叫了什么声音？哈哈，来了来了来了！真的会升哎！先跑先跑！哎，会飞起来会飞起来！有升哎有升哎！好可怕！他们在哪里啊？不是我要先炸吗？对，只有赢的人才是炸下一队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样子好好爆哦！对哦，准备门呢？这是各自一队吗？团没有，我们两个先，我们要先去找别人，我们不要那么快炸，我先找别人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好，可以炸吧？没有，我还没打完，还没打完，还没打完。先把队友打死，再去打别人。对，我在追他。难怪你刚刚疯狂的那个，所以我才跟你讲啊。好，炸了，炸了，炸了，在讲啊。对，老兵，快去炸浪漫，快点，你现在可以打所有人。真的吗？过来，可代表什么？他们也可以打我。对，都打你。还有队友，你没有了，你可以打。哇，卡住了，等一下速度吧。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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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是冤魂，我们是 TNT， 引爆很可怕。我们是 TNT 小精灵，会产 TNT 哦。我是小精灵哦。阿金，有看到前面的 TNT 会跑出来啊？好恐怖 ！TNT 小精灵 ，TNT 小精灵，我找不到他在哪里啊！不要在水里突然长 TNT 啦！我刚刚就是这样卡的。如果看到那边有 TNT 跑出来，哎呦喂，超累！我要先让你们有个结果。哈基在哪里啊？我没看到。哈基 TNT 小精灵在旁边哦。喵！哎，要炸到小猪啦！完了，我们可以就看着彼此吗？我们可以就叫我阿基基哦。就来玩啊，杰克！来啊！什么味道？啊！翻起来啊！翻起来啊！哇，你没事。他受一点点伤而已，一点点而已，一点点而已。我有在努力让你们两个分出高下，真的。我在清，我在清，我在清，我在清。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啊哦，啊哦，有火，哎，有火烧到 TNT 啊！哇，那也很刺激啊！真的。哇，小雨好厉害！音乐，等一下，有僵尸。岩浆，有僵尸，有僵尸，有僵尸，杰克，来啊！我在盖房子啦！音乐要死了吧？你该死了吧，音乐？不，我这个，音乐你该死了吧？哇，这个太牛了！你
自己炸的自己而已，我操！这根本是导线吧？一直停啊！导线好难忘。我要在你附近帮忙一堆。阿吉，我在小精灵，小精灵在你旁边吗？哇，小精灵啊！你后面几个 TNT 小精灵啊？哦，你后面有三只哦。你后面有三只 TNT 哦。你踩一颗会额外加三哦。好狠！哇，前面爆炸，前面爆炸！我想要拿个头颅戴在我们头上。哇！竟然都没看到人。你快跑！我看到小精灵在空中。小雨跟我们去找小雨玩好了，还有没有他跟那个酱油？我觉得小雨那边比较好玩欸。对啊，我们去找我们让小雨跟洋洋分出胜负。你们要先搞笑，他们分出胜负。小精灵在帮你，看不到酱油在哪。现在队伍有两个人，可能我们小精灵就跟着他好了。哎，好啊，好啊，好。哎，可是我们不左键啊。对啊，找不到人。哎，这炸弹是卡在树里头，被砍到哎。第二滴小精可以卡别人头哎。卡头，卡头。这是你卡了吗？气死我！哎，酱油跟喵哈根本就分开很远呢。小心帮你照路，小心帮你照路。还是帮你们 TP？ 对啊。哎，完全超远的。小雨真危险了，小雨危险了。哇，我这个。小雨这个很危险哦，小雨，小雨，好，他跟酱油，后面一堆小精灵在控制。酱油，酱油，你去瞄旁边，我们两个先瞄到了。越来越多了吧？我在你旁边布阵了，我在你旁边布阵了。酱油瞄他瞄到了，啊，可怕！我在瞄他旁边布阵。三二一，快跑！快快快，打左键，左键，左键！你们感受到小精灵的力量？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有点爆啦！哦，瞄他那个 TNT 救了你。哇塞，这里。哇！瞬间就分手，你们该互打了。山上太可怕了，山上。你想砍我头啊？被自己脚下的给炸死啊！我刚刚宁愿摔。自杀，快让他自爆啦！我只是想要炸颗苹果。哎，阿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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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在造，还在造。小精灵，小精灵在帮你铺路哦。小精灵在帮你铺路哦。一堆小精灵在旁边，超恶心哎。小精灵，就算放旁边，还是一堆小。哇，你这边好多。阿纪，可不可以左键一下？阿纪，左键，等一下，你要游去哪？哇，阿纪，你是爆炸系魔法师哎！前面都是天地，阿纪，卡了，卡了一下，阿纪。哇塞，这里的这里太壮观了。喵哈，快来找他去玩啊！在哪里呀？我已经找到别人的遗址了，直接传送就好了，直接传送他。哎呀！把所有人团到还没死啊！还没死啊！把所有人团到哈基旁边吗？有这么刺激吗？你就说人传起来了，然后是另外一边。哈基旁边超恶心的，都有炸弹一大堆。对啊，一直升啊，一直升。完了，要不然传到一个水里哦。好。好，传到一个水里哦，全体哦，你们水里是很多 TNT， 还没啦，还没啦，走。阿基快游！没有，在水里的 TNT 没有效。刚刚那里是边界，我看到了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这是哈基刚来过的地方。谁点一颗痕迹？谁点一颗上面的 TNT？ 谁来点的？哦，有人点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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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引爆，有人引爆喽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哎、欸，你飞好高哦！好高了，太夸张了！好好玩啊！这很像，好恐怖！太夸张！我觉得小精灵好恐怖！小精灵好可怕的！最强的是小精灵，大自然的力量。真的，小精灵大魔王，怕到！我只是想要炸一个苹果，就整个森林。我扫到。好可怕！不行，下次可以哦。好，大家啦，谢谢啦。精灵之力，太可怕了，太猛了，好累哦。
你光你我就没在玩齁啊，你说玩魔兽世界你也没来玩啊，玩了一下就没玩。好啦，感谢各位收看啦，今天玩得真的蛮开心的啦。唉，我等下应该又跑回去睡了吧，最近一直睡，天哪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